这个东西都破成这样了，得几千年了吧？我的天哪！不是老板，这些你都带得出国吗？很贵吧？真的假的？假的！我这是快钱，就掏出来的纪念品啊。我看看，什么破玩意儿，全是假货，根本不值钱。值钱的在这儿呢，在我们的家乡。 在结婚典礼上，每一位宾客都会在一个类似这样的一刻手绘的书上留下自己的指印呢。麦琪，你看，这棵树属于我们俩了。麦琪，你还会动我吗？